你可以提出他别的建议，你想要用什么引体，你也可以从既有的指南里面去找他的引体。但是你如果提交说既有的这些产品引体，你要能去佐证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引体。好，意味着说你说服得了什么单位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引体。这个是第一句话的一个概念。第二个，他们在指南中也提到，哎，引体链这个东西的制造工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意味着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种的方式去合成一个产品、一个原料，但是它可能具有少的引体链，而你可能表现出来的效果，或者是非常的聚合物这类型的东西，分子量是截然不同的。再来的话，就是在引体的科学里面提到这个东西。你其实不同厂商所做出来的这些主要成分相同的情况下，它肯定会全部都不同，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杂质啊、副产物这些不同，同样阴极的原料表现出来可行偏差。